五点零上半，煮饭婆就要复刻了，拿上这些材料，砌进他的神像里，完整地图流我放在视频的最后了。煮饭婆突破需要168个紫皮大蒜，带上倒七消钩，天运山上下这个锚点，草神沿岸跑一圈，小手一扫66个，再来到这两个传送点走一圈94个，青睐岛这两个传送点八个，168个紫皮大蒜，一天全拿完。5.0大地图上会显示突破材料了，带上小草神来千云山上下扫一圈，168个大蒜就会到手了。煮饭婆突破还需要46个雷鸟的雷珠，将军天赋不加复工，所以打12个女士的熔毁之客就够了。5.0刀型的基本爆率也变高了，到时刷刀型爆率真的很高。完整的意图流我就放在这儿了。煮饭婆作为2.1的老角色，陪着我们走了三个春夏秋冬，时光荏苒，虽然强度降低了，但老婆依旧是老婆。现在点关注，你就会成为最早的一批老粉了。